如果你去过纽约唐人街，会发现路边上会有很多很明显是卖奢侈品假货的摊贩，你是不是会很吃惊？美国也能卖假货？大家好，我是顾颖琼博士。纽约警方2022年11月28日宣布，纽约警察局巡逻服务局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次突击审查中，查获了价值千万美元的假冒商品，17名小贩被逮捕。唐人街是纽约市的一处旅游景点，但是现在Gucci 和路易斯威登的鞋子手袋也不见了。纽约警察带走了整整3辆卡车的奢侈品假货，其中劳力士手表只要75美元，手袋通常只需要100美元，同时逮捕了17名兜售这种假货的街头小贩。其实我觉得小贩们只是在谋生，最后应该抓的还是那些贪小便宜又想出风头的买家，只要他们还在，小贩们是不会停止的。虽然穷，但不乱说脏话，我们不去偷，我们不去抢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拿。你要努力读书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。